请问针对立委高嘉瑜遭施暴，那府院是否已经事先掌握讯息？那 PTT 上林秉枢的洗白文被视为是网军乱台，那请问院长怎么看？这件事情已经进入司法侦办，我们就依法来查处不法。国民党批海空战力特升特别预算案是用抗中保台的大帽子在任意挥霍，那院长怎么看？国家安全高于一切，没有安全没有一切。蔡总统上任以来，照顾全国民众，推动各项建设，从小到老，从育儿津贴到长照，各地建设一再推出。我们也注意国家安全，注意国防提升战力，以对付疫情严峻的中国的各方面侵扰，所以并没有只有对国防预算。